如风猝逝，老邻居说不舍又难过。你好，我是马如风。人若是吃会落，睡会饱，有好的人想要谈个话，安尼想来想去。一人马如风走得突然，消息传回基隆老家，邻居们万般不舍。很客气的哈，他蛮客气的。都来家打招呼。请随了。那你有请他来表演，那时候好。好，我有空我就来表演。哎哎，后来有没有还是没有？有太忙。他的档期太多。说好的表演来不及完成，留下遗憾。突发中心基隆报道。